大家早上好，我们小红豆又睡回笼觉了。今天出太阳了，天气很好。今天米酒爸爸休息，我们今天也不出门，家里一团乱，到处都是东西。准备今天不出门，在家里收拾收拾，打扫打扫。开始吃早餐啦！今天我们简单的早餐吃的什么呢？吃的千层饼、五只蛋、豆浆、豆南瓜、小豆块、逃跑。还有豆浆啊？我为什么没有啊？因为那豆浆你放在前的红枣，你能吃前的红枣就给你别弄一点甜一下呗。我为什么不能吃甜的呀？妈妈是因为你刚生完小红豆。那黄豆的吃那胀气呀、啊。喂。给你尝一尝吧，尝一下好了。这么多喝，喝多了胀气。我还是不喝吧。妈妈有那豆浆，吃饭时嘴干的时候就不用喝水了，就喝豆浆了。嗯。今天煮的南瓜粥，他们的是红枣花生豆浆，好喝吗？好吃。你不要用签子啊，你用筷子啊，或者用手啊。这个签子不安全啊，你直接用手吧。我只是打老响声，不会在那样擦到嘴或者那些脸的地方了。哎，把你能的，三岁了就很大了是吗？是。好了，我们吃早饭了，吃完早饭就要开始忙了，收拾家里，打扫卫生。我要帮忙。嗯，你帮忙吧，你是主力。好，就帮我有点，要使劲一点。嗯，对，要使劲一点。你还来。米酒爸爸在转呼啦圈，我们小米酒非要去凑热闹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小米酒今天变漂亮了，变成香肠嘴了，是不是啊？是涂了你的小口红啊，我要吃掉你一口红。嗯，真漂亮。收拾东西的收拾出来一根呼啦圈，两个人转呢，转呀米酒爸爸。好，你转吧。你这是什么玩法吗？啊？涂了个口红，话都不会说了，像是，嘴巴一直撅在那里，快去擦掉吧。为啥？那个是大人涂的，小孩不能涂那个。收拾先从这一堆开始。这个也是新的，这一堆全是小米酒的被子呀，小红豆的毯子呀。要洗，我们小红豆也醒了。哎，这嘴上怎么黑乎乎的？吐药了哟，是不是啊？又吐药了啊？开心？天哪，小米酒脸红了，打出泡来了吗？妈妈打什么呢？你刚才转人家转呼啦圈，你跑到旁边打的呀，这里打出一个这个。看看爸爸的脸色，爸爸在收东西，我们小米酒在捣乱。坐下来，再舒服远远的上。哎，你还唱歌呢，小红豆啊，马上要换衣服了，你听听，这孩子没法要了，这孩子净捣乱。我拆掉了，你还进去？你就往地上一坐，看看这孩子现在还能要吗？皮的不行，衣服脏了。外面的这个桌子我们打算搬到车库里去。高兴吗？我看你今天是高兴过头了吧？是呀，妈妈。是呀呢，完了，这脸肿了，怎么办啊？这怎么办啊？肿了。别跑啦，开心过头马上要哭啦。他现在也让我和爸爸头大呀，精力太旺盛，没地方释放啊，一天在家就捣蛋翻箱倒柜。今天这个收拾的工程大呢，
哎，妹妹又哭了。妈妈来了。嘿、哎、嘿呀、啊，不哭了。妈妈一来就不哭了，就笑了。我们把衣服换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还是这么大可爱哦。多乖是不是啊？不像姐姐现在是吧？太皮了，一天翻箱倒柜是吧？笑一个，给大家笑一个呢，小红豆。你看看这多乖这啊，说笑一个就笑一个。嗨，你收不收？昨晚就给你说让你收，说到现在呢你还不收。你这是要让我一直坐在你旁边陪你啊？啊，是不是啊？你看看，我一走他就哭，我一来他就咯咯笑，啊？你咋这么精呢？啊？你爸爸跟姐姐又开始了。